美赞臣 A 加特约大长今短说是由美赞臣 A 加系列赞助。大家都看到长今由出生到入宫升到正三品女医整个过程是充满戏剧性，不过大家不要以为是编剧编出来的，长今是真有其人。他是李氏朝鲜第一位透过自修苦读完全没有任何后台背景的女御医，在中宗在位期间因为多次医好中宗的病，再加上他出色的厨艺令中宗大为赞赏，于是赐封大这个衔头给他，指绝无仅有，伟大非凡。